我还没有在浪上面看到有人能够一次吹两颗啦，但是我不只能够吹两颗，我可以吹三颗。我可以一次吹三颗，虽然这个形状有点怪怪的。有人在看吗？好，欸，有人在看吗 ？Hello，Hello。啊，因为我们家的人都看过了，他们也不会觉得很惊奇。吹八颗吗？我嘴巴没那么大，不酸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你只要找到那个正确的方式送气的话，好不好？就可以了。好，感谢大家都有在看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发现我吹，然后其实根本没在理我。其实不会酸啦，只要你找到正确的方式送气的话。好不好？证明我们是很会吹的主播，所以大家可以在各个时段，下午的时段，5点、6、7点、8点、9点这样子这个时间来看我。那我们今天。